行，没有事儿。因为这个太不好打，太窄了。他要干前让他料都得加满，老保持加满，他有重力压板管压。太细了都，啊、哦！从视频里面看这个厨子费劲，我也别拍照片了。对，框大，嗯，框大也挺清晰，我看了也挺清晰。嗯。现在调到最轻的，嗯，这东西太小，扎进去了，你知道不？要大桌案能支住，嗯。这颜色可以哈，刚开始那个颜色有点。行，一会儿拍照片吧，看着不行。